三枪掉到蓄水池里面上不来了。欸，你踩线好不好？你踩线好不好？上去上去，翻，不行会翻。你想办法。好，翻了，拉。哎，欸，不要跳，不要跳。拉。哎，欸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很累，你来看一下大英雄，哦，你救了他一命，哎，把他擦一擦，他很湿啊。他？嗯。原来你不是关心我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台东，我们要来寻找东部的台湾深山锹形虫哦，非常非常期待。我还没有抓过真的东部产的台深哦，快天黑了，夕阳呢已经下山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好我们的灯具，然后来迎接今晚的夜晚了，哦。今晚第一只的锹形虫是鹿角锹形虫的公虫哦，这只非常小，它是小型的个体。请它下来，哎，很凶哦。好，它是公的哦，它只是夹子非常小而已。好。顺利开壶，今天第一只锹形虫哦，两点翅，真不愧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哇，好好好，开壶了，台湾深山公的。哎，欸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嘿嘿，台山公的，超级袖珍，哇，这个大概只有3公分、4公分左右哦，超级小。来喽。东部的台湾深山，不过这一只呢真的非常袖珍哦，所以还看不太出它们的大型特征，但是都是可以发现至少它的头榫啊，中间的头榫都是很短很小的，跟南部的台深是还蛮接近的。来看一下，啊，这个台湾深山公虫，然后台深它的腹节的下面啊，应该可以看到它有黄色的部分。我现在全身就是被一个枸杞包围的状态，等一下，全部都是枸杞，整个手上都是枸杞。跟我们的台湾深山合照，我们的东部之旅，台湾深山在这里。我刚听到蓄水池里面有很多青蛙在叫，我们想说去看一下青蛙，结果我们一过去，竟然在蓄水池里面有一只山羌。哦，你看这水池，这山壁超高，2公尺高，三枪掉到蓄水池里面上不来了。我想一下，没有网子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那边有那个，那里有一个梯子啊。对啊，我那边有麻绳啊。哇，它应该游到快虚脱了。啊，我希望它不要挣扎了。哦，那个虫网，可是虫网下去一定破，一定破啊，它一定踹破。好了，我去拿麻绳，加肩膀了。欸，你踩线好不好？你踩线好不好？上去上去，你踩线，你踩线，快点，踩线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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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不行会翻，快点，哎，欸，你踩线，大哥，我要下去了，嗯，好啦，我下去了，我下去喽，你小心点，欸，哎，欸，里面确定不会有吃人的东西哦，不会了。你看一下多深才是重点，深浅度是还好，行吗？行，就这个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不行，等一下你太低太低。好好好，哎，出去了出去了，你想办法。好，快点，拉。哎，不要跳不要跳。拉。哎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又跳下去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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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很累，他很喘，他很累，他精疲力尽了。哎，你还好吗 ？OK 哦。其实山上这些蓄水池啊，
如果在没有阶梯让那些动物可以上来的情况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陷阱。当那些动物掉进去以后，它们并没有办法自己从里面出来。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盘古蟾蜍，它们也都在里面是没有办法出来的。那当然，我们就一起把它打捞上来。很湿很累。你来看一下大英雄。哦，你救了他一命。有没有毛？我去拿个毛巾了。你有毛巾吗？把它擦一擦，它很湿啊。他？嗯。原来你不是关心我。好，让它恢复一下。我们先离开一下，看它等一下什么反应。稍微毛也把它弄干了一点，看它会不会好一点。我们先离开一下。又来一只，哦，台湾深山，哇，这只呢又比刚刚那些小型的稍微大一点。我们看到这个牙形呢就已经完全的展露出来了，就可以叫它是大型个体啊。